一年一度的幼保迎新活动在10月22日于活动中心举办，这次办得很特别哦，也有许多精彩的游戏以及有趣的互动，想想就觉得期待呢。当然还有最最最重要的抽纸戏活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10月22日是一年一度的幼保科迎新活动，为了让大家在自由的气氛中能有所发挥，特地在宽敞的活动中心主场馆举办。首先由两位可爱的主持人进行活动开场，校长、主任和老师们也都上台致辞欢迎新生，希望透过迎新活动让学弟妹能感受幼保科的热情，欢迎他们加入幼保大家庭。就是大我们都是幼保科的一员，希望大家能够同心一起勇敢的向前，然后能够有很多的成长，能够延续这样子的活动，就把这个开心的心情延续到我们各种学习。这次幼保科学会很用心准备迎新活动，参与的同学们也都非常热情，充满活力的参与，透过游戏与互动认识新朋友，活动非常精彩刺激，同学们的欢笑声也不绝于耳地回荡在整个主场馆。幼保科的迎新活动可以这么圆满顺利，真的是要谢谢科学会学长姐的用心与规划设计。这届科学会他们为了这场迎新，在暑假的时候，即便当时还是疫情期间，但是他们还是用了很多种的方式克服了很多难题，很高兴今天好像感觉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很不一样的迎新活动。迎新活动不但能帮助新生认识科上的学长姐，也有助于科上同学们的情感交流，增进彼此情谊。透过这样的活动，不但能看到幼保科学生们活泼可爱的一面，更能加强幼保科学生们的向心力，也让大家体验到属于幼保科的热情。